整齐划一转枪，前排转完再换后排，一系列精彩表演让台下看得目不转睛。今年眷村文化节由新北市召集，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联手举办，北北基桃眷游嘉年华一号齐聚在空军三重一村，共同推广眷村文化。愿力全开 ，Go！侯市长说，北北基桃各自有不同眷村特色，而新北市有94个眷村，9677个眷户，尤其空军三重一村是北部唯一仅存的防炮阵地。108年全区修复之后，引进民间投资，加速发展。未来也规划要把三重忠孝码头和北市大道城串联在一起，引入新能量和资源，成为大台北地区文创新据点。一定要保有眷村的美味。以及人情味，还有要感念过去守护我们国家的牺牲跟奉献。而今年还特别推出我是眷村旅游规划师游戏，让大家更了解眷村景点和美食。最重要我们是要推动我们感恩过去的所有的我们和保家卫国的所有的眷村兄弟姐妹们阿姨伯伯叔叔，所以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我们不能忘。而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新眷时代为主题，串联国防部等单位办理，正巧碰上后疫情观光商机，新北市府要携手北北基桃，希望让眷村文化永远流传。台北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